好了，预备，开始。我说你现在在哪里？地方。这个叫做台东市丰原国小。很好看啊。很特别的一个那种那个南洋设计。哎呀，台湾最美的学校啊。啊，真的哈、哦。来，他们的操场只有直线100公尺，看一下。嗯，很特别。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我看了。